南刀锋来个长剑脸红，一级的话我们就买一个一级的话咱们学一个学个 W 了，因为看到光辉女郎学 Q 了，我只能学 W。想玩一把那个，想玩一把永恩，兄弟们，我看那个在抖音里面那个永恩一级学个E，把人拉到泉水里面，那可有意思啊！但永恩好像这个地图好像有点垃圾，在哪里？好像不是特别强，应该。竟跟我对线，他上当了。这一波你湿了没有？卧槽，跟人沾边的事你是一点不干的，泰伦，不好，头不晕呐，啊，来了老弟，中路基本上已经无敌了 ，Q 我没有用，到两级以后就会发生质的改变，好，两级了，但这个英雄手有点长，一级学个 Q。先推线，有点恶心，有点恶心，有点恶心。我刮刮乐，我刮刮乐，好像不太行。我好像到三级才行，再到三级学个E，偷袭他应该可以。光辉消耗能力比我还强呢，我可以换个思路啊 ，Q 小兵。这把刀是自己来，对吧 ？Q 小兵，他带的是个点燃，日个蟹吧。好，来了老弟，翻墙 ，Q 接平 ，Q W， 刮刮乐，他只要给我 Q 到一下，他就没了，除非他交闪现，但他交闪，我他妈也有闪，主 Q， 这把主 Q 负 W， 这把又是优势吗？我是你哥，这每一把队友都很强呀，这把，来双鞋。皮鞋穿一下，绕个视野，准备扎他。走位 ，Q 小兵位移，放个 W。Q 小兵位移，放个 W。Q 小兵位移，放个 W。他现在离我108000里，我这你哥，绕个视野，我就不信他不出来啊！我这个眼的目的。就是为了看到他，他现在不知道我在哪里。翻墙 ，Q 接点蓝，接 W。翻墙，翻墙，刮刮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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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办法吗？来、啊，来呀、啊！急着我开起来，来了，来了！来了！再接来不及握手，直接回城溜了。盖伦来了，盖伦。我在想第二件我们出个黑切怎么样，感觉应该可以啊，黑切买一个，中路来两个人没有用啊，直接一打二，谢摩森来了也没有用，谢摩森
这么骚气啊，这么骚气啊，盖伦不讲道理啊，有点哎，他人呢？哎，这盖伦还能消失呀、啊？这盖伦中路残血，过去秒他了。W 闪 QRE， 直接秒杀。小心他六级，有点哎。溜了。在线来不及握手，直接回城。幺七四杠一，小心。W 杠好死了。在线来不及握手，直接回城。回家买个黑切，好像不需要，但是买一个吧，黑切可以买一个。帮一下下路吧，这把下路稍微有点崩啊，过去支援一下，等一波闪再下去，不然的话有点危险。好，他已经死了，翻墙 Q 王爷，在线来不及握手，溜了，来个河蟹吃一下。比方说出一手三项，三项可以啊，我们 QA 可以打出耀光的额外效果，可以，三项可以啊，现在就屠杀了呀，现在去下路搞一下，现在是完全可以一打二的。妖姬虽然说装备好但是很灵活，但是我们输出高，对吧，对面一点办法没有。我这里应该是有眼的，差一点，差点输出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我溜了。哟，我靠，你很跳啊你！幺七不见了，他不想跟我对线，阴一下对面后排，他们应该会飞下来阴一下，我出来他们就不会飞了。哎呀，他死了，让你知道什么叫落地就死，再阴一下。我出来他们肯定不会飞下来了，好吧，我不出来他们应该会飞下来。我也是一波进可能会去上路，假装回家，实际上并没有回城。来了，难不难受，溜了，难不难受你。回家买个，先买个黑切，再买个幽梦吧，再买个幽梦来一个，再买个三速鞋吧，再飞一下下路，来，我们是可以翻墙的。下路两个小脆皮，非常的危险，翻墙，先杀镜，再杀光辉女郎，漂亮。继续绕一下视野，他们应该会在塔下弹射。来了，这干嘛呀你？你以为你无敌了？往后稍稍啊，先回家一下。往后稍稍啊。啊，这都没死啊，死了，溜了。幺七没有闪现了，幺七回家去。文恩上当了，幽梦，叶刃来一个，叶刃肯定要买了。来跳一下，他非常危险。
翻墙，幽梦一开，他已经是一个尸体。难不难受？你他丫的不像个人。我溜了，钱夸夸一顿来，回家了。十分钟二十头，一秒钟两个头啊，一分钟两个头。这个拿头速度是非常快了。夜刃买了，再买个青羽，无敌了。先回中路把兵线推了，不急。哎，来了，来了个猎物。你咋老是想跟我打架呢？这个人是不是犯病了？这个人老往脸上飞，我靠！老往脸上飞干啥呀？推了推了推了，先推，相当 nice， 推他，妖姬很危险，妖姬很危险，妖姬很危险。妖姬很危险，妖姬很危险。我溜了，打波就跑，这才是我们这个英雄的精髓。打得过追，打不过跑。对面投降了，我是你哥。我靠，对面他妈直接投降。这个他妈就过分了啊！投降过分了，投降。来，再给兄弟们抽个500块钱吧，兄弟们，好吧。